漫游基本法》这个故事是关于两个年轻的外星人喵喵和波波，他们正展开他们第一次的太空旅行。在旅程中，他们发现银河系入面一个美丽的蓝色星球地球，于是就决定要登陆游览一番。在认识地球的过程入面，他们来到香港，发现很多跟他们家乡的不同之处，其中还发生了不少趣事。两文三语，特区护照，国旗、国徽、国歌，选举及被选举权，区旗、区徽，地方行政、区议会、行政长官、三司十三局。基本法历史背景，对外事务，中国香港，学术文化自由。今次看怕你应该都已经玩够买够啦，我哋大概短期内都唔会再嚟噶啦。